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讲录，来打开来看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呢？哇，这次要对的是金彩539，区别是111000044，开奖日期111年2月21号的金彩539，一共用电脑快选买了两注，花了新台币100元，希望这两注可以中大奖啦！好，马上开始来对讲吧。来看一下金彩539的区别日期都正确。好，来对第一注，第一个嘛，01哦，好的开始哎，01这里有哎，哇，而且看到第二注这边也有01哎，不错不错哦，至少两注都各中一个01了。来来来，继续对下去，来第二个号码是12没有，第三个号码17没有，第四个号码35没有，第五号码39还是没有，哇，只有中这个01而已，可惜，没关系，来第二注吧，第二注这边01也中了，所以第二注第一个号码01有。第二个号码12没有，第三个号码22，哎，22又有了，这有22，不错哦。来，第四个号码29没有，第五个号码34，哇，这边是36，没有34，所以这边中了这个是奖50元，所以这就中了50元，还可以啦，至少没有全军覆没。所以这次的金彩539一共花了新台币100元，买了两注，然后中了这个，这一注的中了两个号码。101跟22这两个号码，所以中了新台币50元，所以就做了50块的公益啦。好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